陈慧琳呢日起合肥出席开幕活动，就嚟放完暑假啦喎 ，Kelly 准备好开学嘅嘢未啊？其实他们已经开学了啊、他们前一天非常的紧张，因为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跟好朋友同一班呐、啊，然后谁是他们的班的主任呐、啊，他们都好紧张。然后后来就现在就已经慢慢的很顺的上班上课，所以 OK 啦。其实他们上课我特别忙，因为每一天功课比较多的时候，或是功课他们不懂的时候，我就要在家里 stand by， 因为我不知道每一天拿回家的功课是什么嘛，所以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他们不懂嘛，什么时候不懂，所以一定要在家里就是要 stand by 等他们。对啊，所以他们开学我特别忙，就是心也放不下这样。就嚟又到生日啦，准备好点庆祝未呢？生日啊，刚好是中秋节嘛，希望我有人给 surprise 给我咯。